丝绒自食其力，瞧出巨石乃。小姐，你几年次的？哎呀，这是36岁，号称原封包装喊话今年10月一定要把自己嫁掉的丝绒小姐啊！苹果昨天之际，这位购物专家又有新的突破，俩动动嘴叫卖内衣就算了，还亲自下海穿内衣当女模拍起了广告。哎呦，这画面实属难得，但我们也停在这太久了吧，可以走了吗？十分坦诚自己是人工美女，脸是整形整出来的她，却表示这双看起来大于稀的超吸奶，几天难呢？胸部没有哎，胸部没有，对，是浑然天成就对了，浑然天成也有后天努力吧。哇，真的是很优质的代言人呢，要把功劳都推给内衣啊。然而但何以解释他为何这般丝绒品质坚若磐石，他把这份委屈赖给造型师是男生啊。他没有办法帮你调奶，哎，我其实后来回来看到照片的时候，我发现有几个角度变成方奶了。苹果与浪奶资深艺人方正表示报道。